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葡萄牙体育东窗从布拉加签下了28岁的葡萄牙中锋保利尼奥，转会费高达1600万欧元。据世界体育报称，保利尼奥1600万欧元的转会费刷新了葡萄牙体育的队史转会记录。据悉，葡萄牙体育与保利尼奥签下一份至2025年6月的合同，这笔交易的转会费高达1600万欧元。葡萄牙体育得到保利尼奥70%的所有权，同时合同中含有6000万欧元的违约金条款。现年28岁的保利尼奥一共为葡萄牙国家队出战过3场，打入2球。本赛季至今，保利尼奥一共为布拉加出战了12场葡超的比赛，全部首发出场，打入3球，还有4次助攻，并出战了6场欧联杯的比赛，其中5次首发，奉献3球一助。保利尼奥目前在德转的身价为1500万欧元，身高1.88米，是一名中锋。葡萄牙体育主帅阿莫里姆对保利尼奥非常信任，他在执教葡萄牙体育之前一直在布拉加执教，因此对保利尼奥非常熟悉。葡萄牙体育为了能从布拉加得到保利尼奥，将神波拉尔和博尔哈出售给对手，这是一笔互换的交易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